二招，就係部分分得寫十二招，全部都寫十二招，但有啲咧應該會攞翻嚟嘅，十二本佢話，咪十二招。我問你問下譚姑娘咧，到底係應該係咩咧？十二招、七招定係三招咧？十二招係啱嘅，十二招先至啱嘅。咁啊，即係可以太早又可以太遲啊嘛。係啊，因為你太早成啲惡路未清咧，對於個人。咁記住喎，呢十二招先可以咁做嘅。第三題啦，抱 B B 嘅時候應該注意 B B 嘅邊一部分呢？又有得揀嘅 ，A 頭部、B 頸部、C 腰部。A B 定係 C 咧？頭、頸定係腰咧？又係寫完之後可以俾我哋睇下啦。好，全部都係。有一位朋友就寫 A 是頭部的，其餘就寫 B 頸部的，那邊個是咩呢頭部啊？是頭部啊，因為你的頭幫他換不好的，他的頸是怎樣換到呢？哦，有什麼方面答對了啦，其他的記住啊，要換回他的頭啊。好了，第四條問題，人分娩之後幾耐可以用姜水沖涼呢？ A 一個星期，B 一個月， C 一個半月。有啲猶豫啦，大家幾耐係可以用姜水沖涼？咁係咪即係啊？我一三年 B 應該用姜水沖涼先咧？係啊。咁幾耐就唔使咧？一個星期、一個月定係一個半月咧？好，大部分咧都係揀咗呢個 B 嘅一個月嘅，咁答案係。啱嘅，點解係一個月咧？頭髮啊，因為咧，點解要用姜水沖涼咧？姜水係可以幫佢哋吹風嘅，呢啲係傳統嘅做法，咁通常都係一個月就夠啦。咁之後有時都見到有啲種，即係有啲媽咪咧，佢會姜飯咁樣嘅，應該都係同一個道理啦。好，第五條題目啦，懷孕期間，以下邊啲美容產品你係可以用嘅咧？指甲油 ，B 染髮劑 ，C 粉底液，可以用嘅，可以用指甲油啊，可以用染髮劑咧，定可以用粉底液咧？全部都係答咗 C 粉底液嘅，我望下你有冇指甲油先。我而家睇完呢個問題，我先知原來指甲油都係好用嘅喎。係啊，點解嘅咧？因為佢始終都係有化學成分啊嘛，咁係。如果你哋用粉底，因為佢哋要翻工、要上班，好多人都需要用嘅。但係粉底可以用，但係亦都唔好用嗰啲有化學成分嗰啲咯，天然啲嗰啲啦，係啦，冇錯。好啦，第六條問題啦，呢個是非題嚟嘅，大家答 yes or no 就得㗎啦。懷孕期間可唔可以做按摩咧 ？Yes 定係 no 咧？按摩係得唔得嘅咧？大家好，覺得唔覺咧？我望到咧，頭三位我聽到話 no 嘅，一位話 yes 嘅。好，即係有兩位準媽咪咧，就覺得係可以嘅。咁有其他嗰啲咧，就覺得唔得嘅。其實答案就係可以按摩嘅。咁但係有冇話邊地方可以按摩啊？咁樣咧？其實咧，按摩咧係對啲媽咪咧亦都係有好處，但係當然唔。去按摩啦，好似腳嗰方面，我哋可以用好温柔嘅方法去幫嗰啲媽咪慢慢慢慢去，因為係小腿嗰方面咧，啲媽咪係好容易會抽筋嘅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係適宜做呢樣動作啦，因為咧即係有 B B 之後咧，可能會重力都多咗好多嘅，咁所以按摩下只腳咧都，咁都係老公啊，你聽住啦。要幫佢按摩下小腿啊，都要温柔嘅。好啦，我哋睇下第七條問題啦。母親懷孕期間嘅飲食係會影響 B B 對食物嘅喜惡嘅。咁呢個咧又係是非題啦。答 yes 定係 no？ 母親懷孕期間嘅飲食係會影響 B B 對食物嘅喜惡嘅，係唔係嘅咧？咁即係佢而家我好中意食炸嘢，係咪就因為我媽嗰次好中意食炸嘢咧？睇下先。咦，都係有人答，係啊，答係喎。咁答案係咩咧？譚姑娘。
城欠債嘢多得滯咧，咁嗰個兒子出世咧，就將佢一路大嘅嗰陣時咧，佢對呢樣嘢咧都好幾好嘅。嗯，即係原來我咁中意食炸嘢咧，都要同我媽嘅。咁大家留意到喎，如果你想第時啲仔女咧中意食咩嘅話咧，咁你可以揀翻自己嘅。好，第八題，因為孕婦喺懷孕期間咧比較容易會攰嘅，咁所以。應該做任何運動 ，yes 定 no 呢？應該做運動係 yes 定係 no 呢？好，全線都係答 no 嘅，答案係啱嘅。其實係應該做運動喎。當然應該啦，做啦，差唔多佢哋將近生嘅時候，適宜做多啲運動添。但係做咩運動呢？散步啦，慢慢去散下步啦，睇到佢哋有益嘅。一啲簡單嘅運動啦，可以做，千祈唔好諗住去做 gym 嗰啲咧，哇，佢一攞嚟啲千祈唔好啦，咁啊，好，第九條問題啦，孕婦咧，因為成日都胃口欠佳，所以係可以進食麻辣湯底，有助促進食慾嘅 ，yes 定 no 咧？好簡單啊，呢條我識答 ，no 係啱嘅，咁係咪完全唔好食辣嘢咧？咁盡量都。即係大家要留意啦，即係唔好諗住哇菜湯好有營養啊，係咁